移动出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，它让我们来去自由，让我们探索世界，让我们遇见所爱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汽车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起初，汽车需要手摇人工启动，索恩格电驱式启动机的诞生解决了这一问题。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企业，2018年从博士独立后，索恩格正式运营。同样的梦想依然驱动着我们，让移动出行更安全、更可靠、更高效。在世界各地，我们有7000多名优秀的员工，志趣未来，我们是行业引领者。1914年，索恩格第一款车用电驱式启动机问世，到目前已有约3亿车辆装备了索恩格的启动机。志趣未来，我们的产品高效且可靠，即使在最恶劣的路况下依旧表现卓越。全面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志趣未来，我们推动创新，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，开发了启动停止启动机和48伏电机。志趣未来，我们拥有百年历史，致力于轻便快捷的城市出行，致力于绿色环保的电动出行，致力于移动出行的可持续发展。志趣未来，让明天的出行更美好。